转眼到了立夏季，党那儿又玩主旋律，红色经典催泪戏，嗯，眼泪飞向毛主席，啊，外加大鼻涕，小学生特生气，大耳贴子如急雨，狂山领袖毛腊肉，嗯，震动中央警卫局，啊，坚决不姑息。未成年干捉急，三观倍儿正嘎嘎地，一尊六位猪队友，嗯，面面相觑没主意，啊，这是小学生，咱不能批。喂姐，崴泥。举起快人快语天下事儿，京腔京韵老北京。各位新老茶友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光临欢乐行脑的老北京茶馆，品立夏茶听大实话，我是刘卓，我是李正。二十四节气立夏到来之际，海外独家对口时政相声频道老北京茶馆又跟您见面了。墙里墙外金句妙评，欢乐开挂直面人生。注意，今儿这期节目啊相当喜感，一位小学生无预警出击，向中共党魁毛泽东发起最后的总攻。攻攻攻，这太喜感了，赶紧开说吧。别着急，哥俩赞助商那特别小段子，咱还没给茶友交代呢。注意，前方高能！李正要向刘卓我发起尴尬总攻。哎，刘卓啊，有个隐私问题请教您一下，可以不回答啊。您上厕所时候关门吗？不，你们家上厕所不关门啊？说什么呢？这人这么文明啊？上厕所都关门？那既然这样，您上网时候不关门是怎么回事？上网不关门怎么回事？啊，喝高了吧？这位蒙圈了，相关知识为零，对，给您补补课。搓火说吧。您在没有 Express VPN 的情况下使用互联网，会让自己完全暴露在网络环境之中。您点击任何一个链接，查看任何一个内容，您的上网时间等等等等，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全都可以看到并记录在案，您细品。这意思是说，上网不关门，效果等同于啊，光天化日之下上厕所啊，一切都大白于天下。我先把脸捂上吧，我这在美国，像 Verizon、AT&T 等网络供应商，可以在不经用户同意情况下合法搜集您的个人信息啊，并出售给广告公司。不，这还合法啊？啊，当然了，有些政府甚至强迫供应商提供用户信息。如果您在中国生活，中共极有可能因为敏感话题，什么白纸革命、胡鑫宇、铁链女等等，通过聊天或搜索记录，让您光荣入选喝茶黑名单，或者慰问您的家人。那这咋整？Express VPN 呢？它可以帮助您解决这问题。Express VPN 通过加密服务器，100%加密您的网络流量，让您的网络供应商啊没法搜集出售您的个人信息，干着急没辙。明白了，有了 Express VPN，除了我自个儿，谁都不知道我在网上干嘛了。哎，对溜。无论使用公共 WiFi 还是家庭私人网络，都可以也应该使用 Express VPN 保护您的网络安全。确实应该，这年头黑客多，哎，随便用一下网络，嗯，没准就被里边的人把个人信息给您窃取了。哎，有人问了，我就一普通人，又不是马斯克那种大名人，黑客要我信息干嘛呀？哎，这倒是哈，是什么呀？错了，这每个人的个人信息啊，都极其珍贵，珍贵。黑客可以出售您的信用卡信息、银行账户信息，甚至医疗记录，从中获利。知道暗网上个人信息售价多少钱吗？多少钱啊？$1000。一千发了。再提醒您，我最喜欢的一点啊 ，Express VPN 呢，不但功能强大，使用起来特别简单。怎么说？只要轻轻一摁 ，Express VPN 加密服务器就会保护您所有的网络流量。即使一流的电脑专家也很难破解 Express VPN 的加密服务。一流电脑专家表示，搓火。在所有 VPN 中 ，Express VPN 是最有信誉的。它被 CNET、TechRadar 还有福布斯等世界最大的科技评测公司评为 Number One。嚯！最近呢，茶馆哥俩跟 Express VPN 合作，给茶友们争取到了专属的优惠。点击视频下方的老北京茶馆的专属链接 expressvpn.com/北京 T House， 您就可以获得额外3个月免费使用的特别优惠。机不可失，还等什么呢？
齐活，这回行了，嗯，赶紧把小英雄请出来吧。必须的，今儿要请出这位小学生啊，嗯，大牛人。哟，这五一连假，郁闷的网友全靠看这位新科大牛偷着乐了。一出来就给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带来这么多欢乐，哎，真是个好孩子，绝对好孩子。嗯，这好孩子呀，是河南驻马店12岁的陈姓小学生。哎，按警方那说法，陈某东。警方，嗯，完，彻底敏感了。孩子那壮举才敏感呢。嗯，驻马店公安局5月4号警情通报有云，嗯，2023年4月23号，接上级公安机关指令，我局针对网传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事，依法立案调查。这不吃饱了撑的吗？嗯，小学生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嗯，忒抬举小学生了吧这？瞧不起小学生啊？那什么，警察叔叔，这又发现一位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犯罪分子。搓火，忘了对小学生得放尊重点了，不留神容易被打成反革命。说什么呢？这才看清形势。告诉您 啊，小学生的潜力是无限的。知道知道。警情通报不有那句吗？嗯，接上级公安机关指令啊，这是上边督办的大案。嚯，督办的大案，这小学生犯大案。嗯，党妈玩命点头啊。斗争形势您是不是觉得特波谲云诡？又波谲云诡，把党中央毛主席气成那样啊。一查才12岁，驻马店实验小学6年级学生啊，关键此前还没有犯罪记录。搓火，整个一安善良民，他好学生。好学生啊，好学生有那么凶残、啊、作案过程那么可怕的？又可怕又凶残。凶残可怕恐怖，就党中央7个小矮人全看了啊！看完那个作案过程，集体表示瑟瑟发抖。齐活，党中央满脸笑容要筛糠，谁看谁筛糠。但只见河南小学生陈某东，嗯，在自己家里边、啊，面对伟大、光荣、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小型铜像，啊、发动暴风骤雨般的大耳贴子疯狂进攻，哎、一边扇一边说、啊：“这不是毛泽东吗？我扇，我扇，我扇扇扇，往这儿看。”哟，这不毛泽东吗？我扇你一巴掌，我扇，哎，我扇，我来扇。陈同学威武，必须赞一个。哎，看到反党分子如此猖狂，刘卓终于放心了。不光放心，嗯、我还看着希望了。人这孩子真是爱憎分明，三观端正啊。就是脾气大点儿。嗯，党妈表示，嗯，这孩子属于从娃娃抓起洗脑运动的漏网之鱼。哟，那什么、啊、黑皮公安呢？啊，限你们3钟头到半天之内，把这孩子这不明身份的小学生啊，精准定位，绳之以法。3钟头，连人影都没出来，这3钟头找人，您这做中国梦呢？哎，不了解我党天眼天网大数据的威力，这我党电子眼布下天罗地网 啊，找反党分子一如探囊取物，小 case。又是坑爹大数据，嗯，你党别人咱茶馆赞助商 Express VPN 那派出来的活广告吧？活广告怎么着啊？一天到晚收集你们网络数据。哎，等会儿啊，你党有这实力，怎么不帮着那丢孩子家长找丢那孩子呀、啊嗯哎？那还是算了吧，成本太高，哎、咱们国家还穷。丢失的孩子的人口多，寻找的底子薄，这党有好政策呀、啊、自己家孩子自己找，欧耶，谢谢。是人话吗？大伙儿听听，这是人话吗？这党说的、嗯、这受老百姓的时候一路绿灯啊，要帮老百姓的时候直接卡壳，邪性不邪性？您怎么不说那熊孩子邪性啊？啊，对一个已经晒成腊肉的老人拳打脚踢，恶语相向、啊，这才上小学、哎、这要是长大了还不得炸天安门去？党这吓出幻觉来了，告诉你没拳打脚踢，嗯，就是象征性的扇几个耳光，表达的是愤怒情绪。愤怒情绪啊，等我黑皮公安一铁拳把他拍地上，看他还敢不敢愤怒情绪。我还有脸说呢，两个五大三粗的公安抓人孩子头发，像文革揪斗的右派似的，那么一点小孩生生按地上，丢不丢人、啊、丢人，这叫从娃娃抓起，抓起，谁让他挑战党的红太阳来着？哎，再说了，啊、党最后也算放他一马。哎，虽然他的行为已构成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罪啊 ，but 看在他未成年的份上，啊、抓捕他不算刑拘、啊，只能算带回审讯。带回审讯？嗯，
就是让他尝点苦头的意思。公安天天干这种事儿，有的是招法。无语，这要网友怎么说呢？有病的国家，一个活生生的小孩不比一个死人像重要，何况那死人还是个杀人魔王，这党是多缺德吧？哎呀，缺德缺德吧！党不杀一儆百，镇不住。镇不住。您不知道 啊，这孩子一扇那老毛头、啊、那大嘴巴，啊、蹲在网上那些沉默大多数，乐的、啊、俏皮话全井喷了。嘿，俏皮话井喷。嗯，说什么俏皮话了？让我们也欢乐欢乐。别提了，说那才气人呢！气人！什么河南人的骄傲？嗯，自古英雄出少年。嘿，这孩子必成大器。好，只有小孩才会说皇帝没有穿衣裳。得，最后这句扎心并欢乐着，留神让金上听。还有呢？什么失踪儿童如果学会喊习大的下台、啊，肯定全都找回来领。那绝对能找回来，还快呢。嗯、这还不算，吃瓜的跟底下还一通起哄啊。被拐走的孩子要真喊这句啊，嗯，那绑匪吓得得滋溜一下子把孩子恭恭敬敬的送回家。心说话、嗯、老子就是想赚几个钱儿，没必要把命搭上。你听见了吗？喊反动口号，罪过比拐卖人口这罪过还大。判的也重了。那这所以有个吃瓜群众一通给家长出主意。嗯，以后啊小孩身上就放一个毛的小铜像，干嘛、啊？保准不会被绑架，这个绑匪绑走。明白了，这人贩子他认识。我的妈呀，这可惹不起。嗯，带着报警器呢，随身。有的家长更绝，未雨绸缪，直接就说，嗯、要是怕孩子走丢了的话、嗯，提前录一段孩子山毛腊肉的视频，这留着、啊。哎，一旦孩子失踪，立马就发网去。嘿，警察麻利的就帮您给找着孩子。谢谢。这经验太值得推广了，简直看到了东土神州一副喜人的景象啊！今儿今儿小学生、中学生、大姑娘、小媳妇儿，全在偷偷录制那扇国家领导人的小视频。哎，等会儿没扇现任的，那可不好说啊！老毛头人都过气了，扇他不一定回回好使啊，嗯、还是现任这劲儿大，要虾米。跟您讲，嗯，刁民会举一反三，举反三，连大人都准备开始用这招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了，解决自个儿生活问题啊！现在到处都失业呀、啊，没处吃饭去啊！有人就说了，啊、兜里装着这玩意儿，怎么了？保准饿不死。嗯，为什么呢？以后啊，碰着困难没饭吃的时候，啊、掏出来就扇两下子，立马就有人把您送局子里头吃饭去。橘子，行了，这回脑洞彻底打开了，哎、这要遍地开花的节奏。党中央啊，已经开会举手。表决了干嘛、啊、这样的刁民要是实在太多的话，要不让他们打两下、啊、打两下子啊，全抓起来，咱没那么多钱管饭。看来党有点节节败退这意思、嗯、要忍一忍风平浪静。今天一般忍不了啊，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哦、也得说、嗯、确实啊，现在也不是党正当年的时候。那是、啊、现在廉颇老矣、啊、咽不下饭的汗，这种底层挑逗不能频繁上钩，那不就无可奈何感是拉满了。嗯，这变化真有点大啊。哎呀，不过您也甭误判形势 啊，误判了我。哎，以为我党软弱可欺可不行啊！掐树叶盖这活动，我们还是有充足力量干的。哦，您搜搜去啊，这小破视频，国内局域网基本上已经搜不着了。背了个催，就这点本事，嗯、有本事把那海外网站也给人404了。嗯，党媒表示拒绝、嗯，拒绝，那本事我们没有。台湾那儿也办不到啊！武统之前，你们先偷着乐几天。弯弯网红陈老师不说了吗？这政策要是在台湾实施，那得多少小朋友全得被带走，训诫再教育去。那完又得逼着人台湾小朋友学你们那洗脑课本，看你们那洗脑新闻联播了。让您说着了，这全都准备齐了、啊、就等弯弯小朋友扑向祖国妈妈怀抱啊，排排坐分果瓜。哎，千万别要、啊、那可是女巫党卖的毒苹果、哎、什么毒苹果呀？看电影这么好的休闲娱乐活动还毒苹果？有这么甜蜜的毒苹果吗？看电影什么电影？是不是又是你们那剧毒主旋律啊？剧对，答案正确加十分。针对台湾反共宣传余毒、啊、还木有彻底清除的这个现实、嗯，党中央决定，嗯，把红太阳毛主席九个月不吃肉的感人电影给水深火热的弯弯小朋友们播放一下，受受教育。等会儿，九个月不吃肉，嗯，哪儿的天方夜谭故事啊？您这，秘书啊，再加个座，不是这儿有个人也需要看这部电影受教育。这什么雷人电影，还非得教育我？您这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毛主席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的啊那个电影，还得打住啊！别忽悠我们什么自然灾害。
60年、62年那三年风调雨顺，嗯，那叫三年大饥荒，妥妥的人祸。三年，反正就是全民都没饭吃那三年，还折了，还折了。哎，为了表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嗯，跟蝼蚁草民同甘共苦啊，吃要不吃肉都不吃肉的，高风亮节。嘿，电影突出选取了毛主席拒绝吃荤菜，啊，导致浑身浮肿，啊，差点躺平的桥段。不是这味儿怎么品着有点怪呀，啊？毛辣真好几个月不吃肉。这人不懂电影艺术，啊，不懂。您管真假干嘛呀？啊，艺术要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不是，那您得有来源呀，啊。那说说，毛那几年真实的生活都吃什么呀？真实生活吃什么啊？那还是吃的稍微丰富一点点，稍微丰富一点点，嗯，怎么个一点点？哎呀，死心眼儿这人，请看，嗯，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生活档案》，哦，给您看一下，1961年4月26号制定的菜谱。61年，嗯，知道，正闹大饥荒呢，哎，要不算了吧。告诉您菜谱，您也吃不着啊，干着急。哎，别算，今儿这菜谱我必须得听听。啊，撞上一杠头，也行，嗯，让你们知道知道。不过知道了别叫唤呢。完，山珍海味要粉墨登场了，各位。什么山珍海味，啊，简单，只有七大西菜系列。啊，七不是七大还系列呀？西餐您吃不惯，听着啊，行，有鸡啊、鸭、鱼、虾，注意。光鸡就14种，鸡就14，牛羊肉菜10多种，不是这跟9个月不吃肉差别是不是有点大呀？你不大啊？我党延安时期有个见证人，啊，党史专家何方，人回忆录里都说了，啊，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确实有几个月不吃肉，啊，是不吃猪肉，嗯，因为大夫说了这猪肉胆固醇含量太高，哦，给他换成牛羊肉，啊，主席啊勉强同意配合，这还勉强了啊？勉强，我这当然了，啊，太勉强的话呢，对主席这身体不好，啊，所以啊，大饥荒期间那最严峻的时期，嗯，营养专家跟厨师配合呀，为主席精心定制了一份西菜西汤的菜谱，啊，彻底晕菜，晕菜谱，我。嗯，汪东兴担任顾问，不是写了一本书吗？嗯，毛泽东遗物试点啊，专门记录了1961年4月大饥荒厨师为毛制定的西餐菜谱啊，其中各式风味的鱼虾一共才17种，不是鱼虾才17种，汪东兴全记下来了，叫蒸鱼补丁啊，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哇，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柏烤鱼、烤青菜鱼、波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龟、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面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不是，这是三年大饥荒时期毛的菜谱啊。不总是这个，嗨，隔一段时间也换，还换呢，总吃他主席腻得慌了，彻底无语。那边饿死几千万人，这饿得都人吃人，嗯，这边好，毛是胡吃海塞，这简直暴殄天物，狂吸咱老百姓民脂民膏啊。闭嘴，不许恶意诋毁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还恶意了，我那什么小斯呢，把这台湾特务嘴堵上，给他放点正能量电影，就是那个主席9个月不吃肉。注意看，毛主席正在夹菜，冯医生悄悄把青菜换成了鱼，毛主席正全神贯注看着报纸，全然没有察觉吃的是鱼，冯医生得意地笑了，毛主席这才反应过来，乱弹琴啊，我打过招呼的呀，我说过我不吃肉吗？你们就是不听，这还要我说吗？你们钻我的空子啊。毛主席让冯医生拿来纸笔，把不吃肉改成不吃荤菜，至少现在不能掐。就这样，毛主席连续9个月没有吃肉。你忘了咱们的当家菜啊。大家得知毛主席肯吃肉了，都留下了激动的泪水，这就是伟人，9个月不吃肉，只为等待这一刻，等待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的这一刻。我吐了，我赶紧换台啊，受不了，忒恶心这个。嗯，这就恶心了，人天山剑客怎么没恶心？还想怎么着啊？人家小时候看的版本呢，啊，比这还恶心呢。我这警卫员端着一盆红烧肉给毛，哦，毛就说，现在全国百姓馒头都吃不上，啊，你却浪费肉，啊，来人呐，把警卫员给抓起来，嗯，拉出去毙了。不是，人剑客小时候愣是信了，坑死人了，简直。嗯，你当把咱中国人当3岁小孩子那忽悠？我说怎么现在老红卫兵那么多呢？合着那时候大脑已经被你党给忽悠瘸了。拉倒吧，形势没你说那么大好。大好，
有的老红卫兵啊，完全忘记初心，一点不维护党的光辉形象，处处跟党作对，天天帮党掀树叶。嗨，这动作喜感，帮党掀树叶啊？哪位啊？这是某位反动朝阳大妈啊？您往这儿看，不听他们电视里说，瞎话如蛇，满嘴跑火车。阿姨，您订《中国青年报》吧？他们说，我说我不订。一定吧，还有奖励呢。我你们的报纸啊，就那年月日是真的，剩下都是假的，天气预报都不准。哎，别这么说，怎么说呀？我这么说，怎么了？是不是？我是新闻人，水分太大，可不愿意了。北京老太太真厉害，我老北京，我什么他妈没吃过，没见过呀？你家小兔崽子蒙我待着去吧。我说电视这连播我都不看，为什么不看呢？水分太大。朝阳大妈威武，真见着好样的了，咱。就是啊，光看党媒那小脚侦缉队，还以为这岁数了全都沦陷了呢。哎，我说什么来着？嗯，民间现在有各种有胆有识的河南一男子小学生啊，北京玉女子朝阳大妈，全都跟沉默大多数里边冒着呢。冒着呢，这不立夏雨水多了吗？你党就等着雨后春笋往外钻吧。哎，一声叹息吧。叹息。习大的李二，还有后边三四五六七这七个小矮人，彻底要绝望了。绝望了。从河南小学生到北京朝阳大妈，忙活半天，谁也没糊弄了。党啊，靠编鬼故事忽悠韭菜，这年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哎，党中央七个小矮人一对眼光，干嘛？那什么，看来忽悠这事儿啊，糊弄这事儿啊，全得内循环了。还内循环啊？这老百姓都不信你们了，跟哪儿内循环啊？您这内循环那怎么了？党内啊，中南海内部啊，老哥七个之间啊，不七个小矮人，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啊，合着这是。主要是那六个护着老大，齐庆峰一个人，捧杀呀，就是捧杀。行，他说什么都是对的，无条件执行，什么结果不管，结果有老大扛着，山上长满树了，全砍喽，开梯田种水稻。哎，先别急着种啊，赶紧找摄影师，给拍片子，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舞龙舞狮子放鞭炮，农业学大寨给老习报喜去。完了，彻底穿越回农业学大寨生产队产量放卫星那年代去了。别瞎说啊，我告诉你，你说的话，哎，你上的网，你留的言，你看过的茶馆节目，随时都会被我党收集信息。别，不行，得赶紧装Express VPN，别被党盯上。好嘞，别忘了哥俩为您争取来的 Express VPN 专属优惠，置顶留言有链接，走起您的。下回节目再见，再见。